仲有唔够一个礼拜就系圣诞节，圣诞 party 一大班人围埋一齐，又点可以唔睇电影呢 ？HMVOD 一连几日推出多套人气晚片，想知单数华盛顿有几打得？在《半碟裁判二》，他再次饰演前突击队麦可，为被杀的好友重出江湖，誓要为好友报仇。Knocked on the wrong door tonight, Pops.中意感官刺激的观众，《铁血战士：血兽进化》就啱晒你了。一班地球人抵抗全宇宙最危险凶猛的猎杀者血兽。随时令你紧张到心跳加速啊！人肉搜寻，讲一个爸爸点样透过网络世界抽丝剥茧揾失踪嘅女，好多父母睇完都好有共鸣。重点系结局估你唔到，仲有万众期待嘅毒魔，睇住主角 Eddie 来回精邪之间，想知 Eddie 最后会唔会完全被寄生兽完全侵蚀？平安夜记得紧贴 HMVOD。宇宙最强甄子丹都要加入圣诞巡礼，并奉合时空行者承接上一部的故事，时空金球将主角何英和袁龙带回去400年前，究竟历史能不能够因此改写？何英，你不跟我合作是改变不到历史的。连埋《国定杀戮日》《逃亡前传》同埋开开心心笑餐饱嘅《行动代号特工 East》等等七大晚片陆续上架，即刻下载 HMVOD 登记免费试用一个月。HMVOD 圣诞新年日日睇日日送，平安夜到元旦一连九日，只要成为当日点播最多影片嘅用户，将会获赠一份礼物，当中包括有 Remova 26寸行李箱、Lacoste 24cm 铸铁圆锅、Cambridge Audio ODB 23bar、Dyson Supersonic 风筒、Apple TV 4K 64G、La Spezia Initia 咖啡机、Anova 低温慢热盘、Bruno 多功能电热锅同埋 Google Chromecast， 总值超过20000蚊。每日唔同，边日有你想要嘅礼物，就要留意每晚10点 HMVOD App 通知，快啲叫埋朋友一齐点播，赢取丰富奖品啦！